关于吃肉的问题。我刚接触原始点医学不久，您所归纳的寒凉食物以外，肉、蛋、牛奶也是极其阴寒的食物。动物从出生就要喂食各种激素、增长剂、抗生素，并在狭小肮脏的环境中快速长大，而后宰杀。动物被杀时所产生的恐惧、愤怒及阴暗的磁场会一直挂在它们身上，这种不好的能量是无法用水冲洗干净的，而人们吃下这种不健康的食物肯定会生病，患者热能的不足也是阳气耗损的结果。俗话说，百病从口入，医院满满住着吃肉的人。张医师，不知以后在您讲课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劝导人们少吃或不吃肉呢？您用因果缘来诠释病的来龙去脉，非常精准。避恶缘，种善因，心便安，心安神明自然扶正驱邪。这个提问者，我相信他是一个鼓励素食者吧。那我个人是吃素的，我吃素的原因也不是像他讲的这些想了那么多才吃素。我的因缘好像就是我太太生了我的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在坐月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用螃蟹然后去锅里煮酒然后熬炖一些中药那我太太吃月子，每天吃一只螃蟹，我也跟着吃。那很奇怪的就是吃了几天之后，我脖子越来越僵硬，我说完了，是不是这些螃蟹阴魂不散来索讨的那当时候是我乱想的，也没有想很多也不是因为宗教说要吃素或是什么原因，但那时候就一个念头，要不我干脆，因为我明明就是吃了那些东西脖子越来越僵硬所以干脆我就不吃可以吧我也不吃这些，也就不会再乱想，所以从此之后我就吃素了，就只有这么一个单子。所以人家问我你是不是有宗教原因或什么原因，或是看了一些养生的素食鼓励的书，其实也通通没有。那吃素这样这么多年来我也觉得不错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从健康的角度，难道吃素就没有问题吗？也不对。我记得有一次在大陆一个寺庙，我就不讲哪个寺庙演讲原始点的时候，很多师傅来听啊，那我就问他们，你们吃素健康吗？其实很多师傅也说其实他们身体上都有一些问题，所以健不健康不在于我认为啦，应该不要太强调说一定吃素就健康啊，吃荤就不健康我也不想从宗教的角度来切入这里因缘果你杀了动物的命可能人家就要你的命，我不想用这样这样会让人家好像吃什么都会恐惧，也不好那我个人当然我是赞成素食的，但别人要吃荤的我也不会叫他一定要学我吃素，所以患者问我，我也没有说他如果说要吃肉或是怎么样，我只会劝诫他了。我说肉还是寒的，还有不容易消化，然后重病患者已经身体很虚的还要承担这么重去把肉不容易消化掉的东西还要消化那这个会付出更多的热能，我会从健康的角度来所以应该如果你叫我讲，我不会讲那些刚刚您谈的这些比如我们上面看看他上一页他举的很多我都不大会讲他说
那个动物被杀会产生恐惧呀，会阴暗呐，磁场，我不会讲这些啊，我觉得这个都有一点，就是讲出就是你动物被杀，它有恐惧，然后它所以它就有毒素，然后有毒，原始点不谈毒素的啊。然后你谈的阴暗面，这些阴暗的磁场是看不到的啊。你拿这个来谈健康，这个都我认为已经有一点类似宗教了。所以我认为医学就是医学，宗教就是宗教，把它分得清清楚楚的。即便你谈的再有理哦，你是从因果来谈。但这个已经，我认为似乎有一点意识形态，就是你的信仰来加诸于别人。那同样的，很多很多别的宗教，他们也有吃其他的肉啊。那回教他们是不吃猪肉的，你叫他吃猪肉，他们也不吃。出家人他们是绝对不烹肉的。那我也不吃肉。一样，所以我认为哈，这个问题有一点延伸太过，我不想这样讲。好，那回归到原始点，对于这个问题，肉的问题啊，牛奶的问题，我认为那个是比较偏袒的。那偏袒，其实素食很多蔬菜也是都偏袒的，所以我们在重病里面有提到，我们食材。不会特别说一定要挑温热食材来吃，没有，我们只是说食材不用分，但你要懂得加调味料，譬如甜酸属寒，那油也是极寒，那醋酸嘛是极寒，所以你就要少油、少盐、少醋、少调味料，那要多加什么呢？姜。辣椒、花椒、胡椒、咖喱之类，然后要把菜哦，不管你是肉或菜，一定要煮烂、煮熟哦，让患者能够吸收。第一个，煮烂容易吸收嘛，然后因为煮烂的过程中、煮熟的过程中，它会改变性的，药性，也就是它会这些食物的性哦，它会就是从凉。转变为温，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你看吃萝卜，萝卜很难呐、啊？当你熬煮十全大补之后，经过不断的熬，它萝卜就不寒了，那喝起来汤也是温热的，所以这就是中医为什么重在炮制，中药的炮制，生地黄我说过了。九蒸九晒本来是寒凉的啊，那就变温的啊，变四物汤里面的温的，可以温补哦身体啊。同样的，我认为啊，在把你看现在，当然我们鼓励吃素，但是吃荤的人那么多，你一开始就跟他讲啊，这个阴这个是阴啊，晦气，这个是种种，人家一听到人家就跑开了，根本不听你健康这一套。有些人会很排斥的，那我也不认为应该用宗教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重点在炮制，而不是吃素就一定健康，然后吃这些肉，会有种下很多什么有的没有的哈，业障也好啦，或是什么身体会更不好，或是怎么样，我也就不这么讲，而有人吃荤的也。活得蛮久的，蛮长寿的，所以尽量不要。我认为谈原始点，就尽量让它单纯化，不要加入太多的宗教概念，这是我不喜欢的。好，我就把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